上一集讲到阿苏同阿 John 去咗京畿道，好开心咁游山玩水，但系阿苏竟然粗心大意咁中途留低咗阿 John 喺 cafe 度。当阿苏打电话再问翻店长嘅时候咧，阿 John 已经唔见踪影啦。究竟阿 John 会去边啊？